今天各位，我们一样来看车。我们看什么车？一辆非常大的小，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很大量的 Mini， OK， 就是我身后这辆 Mini Cooper 的 Countryman JCW。好，各位，这辆在我身边 JCW， 顾名思义就是 John Cooper Works， 就是以前去比赛那条水 ，OK， 就是专门出了一个版本这样子吧 ，OK， 所以我们先去看看这个车身的外形，其实是非常可爱，它搭得来又很好看啊，因为有他们前一代的时候，他们讲那个又很大不迷你了，什么这样子，你看，好看，好看的要死。先讲一讲车里面 ，John Cooper Works Mini。我其实非常喜欢这辆车的，我不懂为什么，我觉得很有性格。然后你看啊，它的东西，你看，这种是 design 吗？这种才叫 design， 你知道吗？看到吗？这个转速表，你看啊，它是跟着 steering 一起动的。啊，看啊，它是跟着 steering 一起动的，又可以加快，又可以再 fit mode。你看，哎，你退了这样子啊，后面不小的，你知道吗？后面是蛮宽蛮大的。呜呼。在车内饰它也会融入那个车的颜色啊，跟在内饰里面，所以啊，你们内饰的颜色会出现在这里。你看它的所有的按钮多么的可爱，关掉 traction control 都要这样可爱哦。你看那么硬汉的事情把它弄成那么可爱，你看到吗？在外国 high spec 还有还可以选呢、啊，还可以选你要怎样的这个中间的荧幕还可以选呢、啊，啊，在外国，因为我跟过我表弟去英国买车，一辆 mini 在那边才卖15-20千而已、啊，英镑这种车啊，你看来到这边卖的这样贵，啊，这个几百千啊，这辆车啊200多千，你看 pedal shift 有的玩，来放油，啊，所以你们又要跑得快，又要载东西，不选重车哪里可以？你看它的空间多么的大、啊，兄弟，差不多憋进去了，真的是非常大的、啊、这个，看到吗？哇，真的，天下你们他们每次讲一句话是吧？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就是这种。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bonnet 盖啊？跟那个车头灯的框一起上来的车，你是没有看过是不是？啊，这辆就有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你看有没有看过人家的车头盖有洞呢？两个这样大个洞。啊，要回去 mini 叫人赔。你看这样大个洞在那个盖上面。这个是一个 2.0 啊，你知道 mini 的 engine 2.0 turbo， 马力大概230-250 匹这样左右。我还没有看，我再看一下。在上一代很多人讲这辆车其实不是很好看，有一点那个这样子的 mini， 然后现在这一种就变得很精灵了啊，很好看起来那个提起劲来。这辆车其实它有很多个版本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 1.5 啊 2.0 啊，可能是马来西亚没有啦， OK， 所以我们这一款呢是 2.0 turbo 啊 2.0 turbo B48， 就是跟那个 Z4 是同一个 engine 来的， OK， 但是它这个是 All4 代表什么 4 wheel drive。像它有什么？它有 Mini Countryman 啊！我刚可能我开头的时候我那个车款讲错了 ，OK， 它叫做 Mini Countryman Cooper S JCW O4， 它就是这样子 ，OK 啊，可能你可以找到没有 O4 的版本啊，就是没有 4Wheel 的版本，然后你可以找到没有 JCW 的版本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这个 Mini Countryman Cooper S。OK， 这辆车的数据是225引擎马力，然后就是450牛顿米啊，可以传达到四个轮胎去，所以我非常喜欢 mini， 希望真的有一天可以把它带回家，真的希望，而且是我要亲自飞去英国订了一辆，然后买 AP 把这辆车拿回来，我真的很想这样子，真的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了。OK， 所以就是这样了。OK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知道是那车的话，记得留言让我知道，那我下次再做给大家看。OK， 拜拜。